下半场节目其实筹划了很久，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筹划的时间大概在去年年底的时候，然后我有其实跟李老师讲说，我会抽空去见他，然后看看能不能增加我的一些介绍，因为李老师编的曲将在这场演奏会演出。不过大家可能大家知道，李老师过世。 我请了那个台北的黄正德老师来跟大家说一说李老师的生平。各位来宾，还有李老师的家属们，晚安。 刚才我在台下听德音乐会，我心有一种感慨。比如说，刚才探月团员指挥，我在30几年前在台北合作团当团长的时候，他们都是刚考进来的，眼睛一刹那一过，30几年过了，他今天在当指挥。 那代表什么？不是我的资格了，是一个人对一个理想的执着的追求。所以呢，今天这个场面呢，我应该是一辈子第一次讲话，要拿一点草稿来练比较好，因为我怕讲得不顺畅。好，李老师呢，他会吉他的制作。 是个演奏家，还会编曲。其原因呢，就是他对他喜欢的事呢，很专注的结果。这个是学吉他的通病。讲个笑话，我一个朋友他喜欢吉他，有一天他冬天他起床，再回来，棉被里面一翻开，老婆不在，一把吉他。也就是说，老婆升级变小三，他的老婆是吉他。 就是学吉他的人喜欢吉他这种专注，李老师也可能是这样啊。那这些年来，他为了推广吉他音乐，他从西方的乐理的研究探讨，巧妙的保留原作的旋律，采用自然的调式的和声手法，因此他的编曲别具有无实的风味，有一种呢很浓厚的橡皮琴，印证很要紧的。 其实流行也可以很古典，今天的流行就是明天的古典这句话。30几年前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跟我有一种感觉说，学古典吉他的人弹的曲子都比较干涩。那流行歌也有很多旋律的东西，为了推广这个乐器，是不是把那些拿起来用，编一些简单的给大家来练，才不会觉得说古典吉他那么难学？这是他的观点，我也有一种感觉。 可是很多科班出身的人对古典两个字呢，就有一点恐惧感。哎呦，我要看五线谱，那个时候李老师跟我感觉说，会见到五线谱啊，写和弦就可以啊，写一二三也可以啊，只要有更多人参与这个乐器呢，就可以推广。所以他这一点呢做到了。所以在几年前，我一直鼓励他说，你的这个作品这么好，台北没有人听过你弹这个曲子，弹这些好听的曲子，干脆我请你到淡水。 在我的教室的班一场音乐会，那当时呢还有一个吴秀老师跟我们有三个三重高二重奏，很多观众来听哦，吉他还可以这样来弹，所以等一下，李老师的这些作品编曲的合作团员来表演，要来独奏，大家来慢慢的欣赏。那么平顺呢，他在雅马哈的乐器工厂任职，他学习制作琴的专业呢。 他有一个想法是说，当时手工吉他在台湾都很贵，那我有这个功夫，我是不是能够把这个吉他做出一些手工的，用平价的、比较务实的卖给这些学生？好的乐器才有好的成果，这是他的跟我的感觉，说他这一点也做到了。
我曾经摸过他，最近几年他所手工吉他的确实已经有外国的水准，这是在台湾学琴的这些学生们的福气。他有一个个性很奇怪哦，跟他讲话比我更快，好不好？我打电话说，叶老师，我在淡水办一个你的演奏会，好不好？好。结果他第二句话，什么时候？我说什么时候？好。当天他从高雄风尘仆仆的坐车到淡水来，演奏会的前半个小时到，假爸没？快假爸！演奏会完毕，我还在讲话的时候，他跑掉了，回高雄。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所以这样的人呢，就是一种非常直爽、有话讲话的一个人。那么他的学生也讲这种口气说：“老师上课啊，你要求他什么都没问题，甚至请老师弹一些他编的曲子也没问题，录音没问题，就是一样这么好的一个人。”虽然呢，李老师呢，他已经身影不在人间，但是他的人品典范呢，令人我们永远呢来追思。上天让我们尝到了失去李老师的感伤，但也公道的补偿了我们对生命的感动。什么叫做生命的感动？等一下，以后只要他的作品有演出的时候，你心里想，李老师辛辛苦苦，晚上不睡觉，把这么多好听的旋律编成这些曲子，也更多人来享受音乐的美妙。所以呢，李老师永远在我们左右哈。唉，我要叹口气，真的舍不得。不过回过来讲，下面的节目我们要感谢什么？如果他没有那么多好的作品，今天这个场面也许要等你。为什么他这个客气的人，假如说把你作品拿出来，他舍不得，不要了，还没有了，以后再说。他是这么有谦虚的个性。那么这一场演奏会是一年前就讲好了，高雄的朋友们就说：“哎，李老师，上台表演表演一些，好啊好啊。”结果呢，就这样他离开了我们。本来我的文章是吊气的吉他。李老师，那我们今天呢要改成不曾消失的吉他声，向李平顺老师呢致敬。那么以后呢，等一下呢就好好的欣赏他的作品，我再整下去不大好。所以谢谢各位的光临，谢谢。我们要提醒各位，就是我们今天啊，李老师的家人也请过来，师母。大家见，那嘉佑今天谈的
是比较深奥的版本，我们来听一听李老师的作品。